这有一大刀呢。他可能听见动静了，他不动换了，活动活动。大刀呢？这须子还颤乎呢，刮风了。哎，动了，爬了爬了爬，接着爬。去，狗别过来！你一过来，它跑了，快点，影响我的拍摄效果。嘿嘿，攀爬高手，真牛！哎，爬，爬，兄弟，兄弟，呵，真棒！真棒，爬，爬，在思考什么呢？思考哲学问题的吗？康德啊，黑格尔，费尔巴哈，哈哈哈哈，柏拉图是吗？亚里士多德。古希腊、古罗马啊 ，Deutschland 德意志，还是思考音乐问题？贝多芬、小约翰施特劳斯，还是背书单、背书名儿？大仲马、小仲马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，是吧？哈哈哈！嗯，拜伦、雪莱。莱蒙托夫、列夫·托尔斯泰，是吧？《老人与海》，《老人与海》的作者是谁来着？海明威，啊，毕加索、达利。爬呀，兄弟，累了，还是琢磨琢磨，接着背点书单、书名什么的，是吧？我给你背个国名吧，怎么样？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、立陶宛，是吧？芬兰、瑞典、挪威、冰岛、法罗群岛、斯瓦尔巴德群岛、格陵兰、丹麦，是吧？英格兰、爱尔兰、北爱尔兰、苏格兰、威尔士、泽西岛、马恩岛。法兰西是吧？安道尔、列支敦士登、瑞士、奥地利、匈牙利、意大利、梵蒂冈、圣马力诺，这哥们儿嘿，这哥们儿听我聊，听得入神了。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，塞尔维亚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、科索沃、